OK，那接下来是申请账号的部分。如果同学还没有申请过我们自学中心的账号，其实还蛮简单的。进入这个页面之后，我们可以点选辅大师生申请登录，之后再点选这个申请账号。那把这些该填的空格填一填之后，点选送出，就可以在大约3个工作天以内收到一封，从自学中心寄来的 email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自学网站的资源喽。